我们现在在那个丰原的市区啊，西四路啊，这边有一间八方云集的店面要卖啊，这家企业啊，终于有卖，可以卖一间看假企业店面了啊，这就在合作国小旁边而已啊，这个大概20米路啊，20米路。嗯，然后这间地坪有26坪，还蛮大间的，很深，总价才2150而已。屋况我觉得还不错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等一下刚好有车，它是上下班时间，可能车会比较多。左边那边是往全联，对，这条路直走就是成功路，往全联的方向。丰原大道是往右边，对。这里算是丰原的蛋黄区，蛋黄区有这个价格，我觉得蛮难得。因为一般这种价格哦，大概只能买到比较巷子的，像8米路、6米路、8米路、10米路的这样，这个也有大概20米路。大概看一下，是它里面那个储藏室，或者是放那个冷冻食品的地方，还有一些洗碗柜，中央厨房和那个仓库啦。对，还有它这个阳台是拿来当仓库，所以我看到它全部都是纸箱，最近很多下雨。纸箱没有湿，表示说这边的防水性还 OK， 不用担心会漏水。这是细心。对。顺便关灯，谢谢。我们上去看。然后它这个后面哈是一间合适，它里面东西很乱，现在正在搬，所以东西比较乱。可是它可以看到它的地板哈还蛮完整的，还有窗户。对，然后没有什么渗透漏水的痕迹。OK， 好，我们来前面看，它的屋中间是那个厕所，厕所，我们厕所还算干净，只是东西比较多，然后大约有3坪。OK， 那就是前面他也有做一个合适，他这个合适看起来状况还不错，只是比较乱，这东西因为他在搬呐，东西比较乱一点，他的地板还很新哎，对，地板很新，屋框还不错，这个窗户，自从觉得他至少40年了，这个阳台，因为阳台属于比较室外的空间，有很多灰尘是一定的，就要靠我们买来自己清理了，OK， 但是状况还可以，那我们去3楼看，它这个楼梯的地板是那个。磨石的吗？对，磨石子地板。好，这后院就是顶楼的后面的露台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3楼顶楼哈，它是地板，它天花板是水泥的，所以你在4楼可以增建一层。它目前已经做天花板了，旧、okay. 的，它是属于旧的为建哈。那我们到前面，这是中间。还有放一个热水器，那间水泥虽然有剥落，可是看起来不太像地癌，那应该只是水泥品质的问题，不是水泥品质，是那个水泥器啊，水泥器的品质不是水泥。讲话要负责任嘞。好 ，OK， 这边有一点点地癌啊，但是这个还好，它不是很严重，是那种不会滴水的地癌。这神明厅前面就是一个大露台，你要帮我拨开啊。好，前面就左前方就是合作国小，哪一个？左前方这里就是合作国小。OK。然后这个露台也蛮大，前后露台都蛮大的。
地坪26坪，这是蛋黄区，对，蛋黄区的都市计划内的这个较假期的透天店面，你看它上面4楼它有做铁皮起来了。其实我告诉你们，我跟各位报告，八方云集这家生意其实是非常好的，非常好，内用还不行哦。对啊，还没有位置呢。对啊，都要外带，所以如果要做生意是一定做得起来，然后当然要看你做什么生意。请问开价多少？2150，便宜吗？嘿，很便宜，但是而且还可以再议一些价钱。对啊，希望你有在找店面的啊，不要当住家也可以。如果你觉得你找的路都是4米5米的太小条，你要找大马路边来住也可以啊。这间我觉得很赞，真的不要小看这家八方云集哦，这家生意真的很好。它的那个电线杆是在正对面的，就右前方啦，它不是在我们这一侧，所以比较还好，抗性没有什么很大的抗性，没有一个很明显很大的抗性，所以我觉得应该很快就会卖掉了。当然不一定是我卖啊，很多中介都会来卖啊。但是我是希望你们来找我们。对，希望我有机会赚到这一笔钱。OK， 好，谢谢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